啊，潇潇啊，哭啊，潇潇。潇潇，潇潇，哦，潇潇，潇潇，哦，看一下嘛，叔叔阿姨看一下潇潇，啊，又哭了，潇潇。垃圾桶，好吧。啊。整天做腰痛，今天有时间了，带你过来医院看一下。好，我去看一下，医生怎么说？检查一下。小宝的眼睛也红，一起看一下。我去检查一下。嗯。挂了两个号，一个我的，一个小宝的。腰疼了好久了，今天才来检查，看一下医生怎么说的。然后小宝又眼睛又肿。先看我的骨科吧，腰疼。重他有报销没吧？这个报销没多少报销，一般门诊都没什么报销。嗯，那就做 CT 了。嗯。是不是打针打妈妈好不好？不好。不好。哟，这么心痛妈妈呀？是呀。嗯，知道心痛人了不呀？好吧。嗯。刚去检查，医生怎么说？叫我去做 CT， 看是不是腰椎。到一楼了吗？到了。妈妈抽了血，好痛，帮妈妈吹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吹。哟。用力吹。这样子是吹啊，亲妈妈一个。摸一下妈妈的头。好乖。老公。哎。我刚才那个 CT 出来了，腰间盘突出啊，那个 CT 啊。腰间盘突出，它现在严不严重？就这个腰间盘突出。等一下，你带我去我丫妈那里，我叫她。给我抓点中药，给我调理一下。我查了很多方面都没有问题，都很好。就是查，然后查了那腰，就是腰间盘突出，就是也不算很严重的那一种，就是可以忍得住痛的这一种痛。开这个药很好，然后我丫姐跟我妈吃了那个药，他们也有腰间盘突出，就不痛啦，所以我也要去那里抓药。睡着了。哎呀，我带你去，去那里拿几包药。那药腰椎出吃的。我腰椎好痛，我吃了几副好了。那我抓几副嘞？抓四副。哦，在这边啊。哦。这个单子是我的，不是他帮我开的，是我的单子。哦，是你的单子啊，按照你的单子抓，对吧？哦，他也记下来我的单子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这个单子好，这个单子还蛮好的。那你吃了都好了，我吃了四副好了，鸭姐也好了，现在又到我有腰间盘突出了，我也得吃。五两一台。又那么多，这里好多人参呀、啊。什么都有一点，哎呀，这个老板这里样样齐全，什么中药啊、红参片啊、西洋参，什么都有，长白山、天麻片。你大方啊，我也喜欢跟你那买东西。哎，68个。哦，68个。哎呀，嗯，这个药一起有11种。这个单子有这么多药啊，11种药蛮多了吧嘛，11种，那等一下，我小一包，你看，我小一包。你说等一下我的粉丝老是问你要单子，你怎么办？这他吃的喝的，他吃不喝的，完我怕他管我。也有这个讲法哦，也有这个说法哦。他吃的喝的，万一吃不喝，他管我难搞了。我吃了10包，我还有一包没吃着。那你口的，你的。他说好了，你去抓5包。所以才赶上女的买的嘛。我那个才要一包。
他先放我的那药在里面。嗯，那不自己在就好了，那真的是皮得带路了。一斤好多钱？280。抓了三副药，285块钱。我妈手上这个单子特别的好，腰间盘突出。反正我妈吃好了，看一下我能不能吃好。哦，效果好的话，我好一好点，我再来抓。我抓了5副，我还吃了4副，我家里面还有1副。这个药很好的，我妈有这个药单，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。像我们，我妈跟我丫姐就吃好了，还有我现在要吃一下，看一下这几天腰间盘突出会不会好一点，会不会还有那么痛这个腰。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，看一下我吃了怎么样。什么？我舅娘呢？什么睡着起？舅娘嘛，撑伞也睡到起不来了时候。这个睡着起不来了，在床上瘫着了都吃得好，吃这个。嗯。真的。嗯。我现在才刚刚轻微，还没有那么严重。那我年轻一点，吃了这个恢复的更好。还好我妈有这个单子，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哎呀。嗯。那你吃得好的话就不贵，200多块钱，300块钱。哦。你还抓一个不是？300多哦，吃得好的话就不贵，哦，一点都不贵，随便去医院拿一点药检查一下，就1800块。我今天去检查就花了600啊，今天检查花了600啊，600拿这个药就900啊，就这样。3个不是200多？200多啊，检查的比这个药贵嘞。哎，你抓4个不是300多？哦，对。300多吃得好的不贵啊。哦。管他几百了，反正吃好就得了。腰椎好难过了，嗯，好难过了腰椎，嗯，真的好难过了，起都起不来，嗯，起都起不来，吃好了，现在什么事都不做。这样，嗯，吃好了，吃的好像神药，吃不好像不神。哎呀，嗯，回去了，回去喂小宝吃药吧。今天我喂小宝吃药吧，他那个眼睛好好。不拿了，我和家里好多菜。虾子要不要？不要了，我好多菜，你卖嘛。不要不要，那里哪里给小宝吃呗？啊？哪里有给小宝吃？不拿了，小宝有菜吃，有什么菜都有，不拿了，不拿了。那我回去喂他吃药，早点吃饭喂他吃药。不吃鱼也可以啊，好了再吃嘛。嗯。好了再吃。嗯好。那你辛苦了吗？我辛苦了。那我就先回去吧。那你好走嘛，去嘛。嗯。吃的好的吃嘛。嗯。吃完这3波差不多了。嗯好。现在回家了，开车回家。小宝，你在吃面包啊？爸爸开车，你坐好不？坐好了。嗯，坐的那么好，在这里吃面包，真能干了。叫妈妈。哎，叫爸爸。叫那么小声，爸爸。好啊。啊。等下回去吃完饭，我给你煎药哦。你帮我煎啊？你给我煎啊？怎么这么好嘞，老公？你说我老婆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哎呦，真会说了。好，把药放进去了。放进去嘛，放完去。一天吃3次，刚好包3次。包熟之后只剩1碗水，那包之前应该放2碗水，对吧？太火了，包30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好烫，老公公，倒药。好，吃药了吗？倒药煎好了。倒吗？煎好了，好黑呀、啊，黑的毛球。苦和凉呀。倒，煎出来就是1碗，刚好合适。多了又吃不下。这个药。这个药冷了，我把它吃掉。我老公在下面打包那个新米啊，有粉丝要新米，我就在楼上把这个药给吃了，苦口良药。我想起那时候我一个人带小宝的时候，我生病了都是自己弄药，现在有老公了，就老公帮我煎药，很好啊。这次就吐了，看看这药，吃完了，一口气吧吃完了。我今天做 CT 是腰间盘突出，轻微的，应该是刚开始，所以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腰。
这个腰疼这个问题解决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备孕了啊。可能是我不注意把它给损伤了，把这腰损伤了，所以就有点腰间盘突出了。医生他说其实很多人都有腰间盘突出，只是看轻微和严重。这个如果一直保持一个动作，或者是经常弯腰这样东做西做，它也会有腰间盘突出。这个单子显示是腰间盘突出嘛，就是轻微的，也不算严重了。然后腰间盘突出要调理一下腰，就调理两个月吧，然后只能玩两个月备孕吧，先把腰调理一下。但是呢，不用太担心，只要我保护好自己的腰，吃的药啊，然后自己注意就是了，不要给它睡觉，他不睡觉滴都滴不了，老是去戳去动，每次都是睡觉的时候擦，擦好了就这样给他睡了，明天早上就慢慢的药效就慢慢的发挥。